当变妈妈，是变妈妈，摸出一只大恐龙。当变妈妈，是变妈妈，翘手边上兔子。当变妈妈，是变妈妈，我们一起动动手。当变妈妈，是变妈妈，真被妈妈来哟。快走六十秒，今天快走六十秒呢，要为大家做什么呢？好热好热，苹果姐姐。那什么问题呢？马上为您准备这个两公台的自打喷嚏的电风扇，哇，让你整个夏天都清清凉凉，非常的舒爽。哇，真的有两光，因为两种颜色。不不不，让我停下来，让你看看是精彩的颜色。真的啊？为什么要两光熊它呢？因为我们要用来环保的东西来做，就是这个宝特瓶。虽然它的名字叫两光，但是这个 idea 一点都不两光哦。好，那快手六十秒计时开始。首先，我们用刀片呢，在这个宝特瓶的中间呢，我们要割一下，割一半哦，像这样子把它割开来。那小朋友刀片要记得小心哦。好，刚好之后我们用剪刀，像这样子呢，把它剪开来，像这样子剪，剪到苹果之前的地方就可以了，像这样。好。这个瓶子呢，我们差不多就剪个差不多五六个风扇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每个都要剪哦。好，小蜜桃姐姐，你还在剪啊？我已经剪好，而且把它摊开了。怎么可能？颜色呢？你给我剪，确定没作弊吗？没错。我这是江湖上人称快手苹果。好，那小朋友呢，把这个颜色这样子按照自己的喜好着色上去之后呢，嘿，好，接下来准备一个锥子呢，这时候就要小心喽。穿过这个瓶盖的中间，把它钻一个洞。钻好洞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马达呢，穿过这个瓶盖的中间这个洞，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转上去。好，哎呀，时间到了。怎么会？我还在钻瓶盖的洞哎。那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，好，把它装上去。嗨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真的，又环保又不两光的自制电风扇。没关系，我把这个七彩的送给你，也可以站一站。谢谢你，苹果姐姐，你好大方哦。好凉哦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小朋友，赶快自己在夏天的时候动手做一个这个环保电风扇吧。好，那苹果姐姐，等一下我一定会加油的。好，你要用宝特瓶来创作，那要加油，赶快来进行我们的团结力量大。宝宝 宝宝的爆米花姐姐，耶 ！Hello， 我是被太阳烤的焦焦的焦糖哥哥。哇，好棒哦！那今天小蜜桃姐姐要教我们做什么呢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漏斗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在宝特瓶的瓶口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拿有调色的这种广告原料或是水彩，然后加水，让水变得有彩色、有颜色。我今天调的是粉红色，我要把它从漏斗这边倒进去。嘿，哇，这样宝特瓶里面就有粉红色的颜料了耶！然后再把盖子盖起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小朋友，你也可以准备像这样子不同高度哦，像这样子一格、两格、三格，然后点上不同的颜料，就会有不同的颜色。那等一下我们的作品就会更有变化了。那我们现在起来做吧。也要粘一条双面胶，所以小朋友注意哦，双面胶不是粘对面，是粘这样子的两边哦。哎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像这样子粘两个双面胶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粘吧。
准备好了 ，Ready Go！ Hello， 你跟大家挥挥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雅琴。好，雅琴，你觉得这么多的宝特瓶组合起来会变成什么？我觉得会变木琴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水有不同的高度，敲起来就是像木琴的声音。哦，因为水有不同的高度，它有不同的音阶。哎，有可能哦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呢。告诉大家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名字叫雨谦。哇，雨谦，你一定很会保护女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宝特瓶呢，组合起来变成什么呢？保龄球瓶。哦，打保龄球的那个保龄球瓶，对不对？嗯。嘿，有可能哦。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打球。来的妹妹，告诉大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平鱼。嗨，平鱼，你觉得这么多的宝特瓶组合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套圈圈的哦，就是夜市里面套圈圈的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玩过？有哇，是不是呢？继续看下去了。告诉大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谢丽啊。好，丽啊，你觉得这个宝特瓶啊，叠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火箭。火箭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瓶子很多很多叠在一起，可以变成火箭。哦，叠成火箭的形状，有可能哦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要祝电视机前面所有生日的小朋友生日快乐。哇，好幸福哦。那我帮小朋友许一个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幸福健康快乐的好愿望。好，许好了。幸福健康哦！哇，太好了！小朋友，你们看今天的作品漂不漂亮啊？哇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？蛋糕。那不知道小蜜桃姐姐，你今天的这个作品叫做什么名字啊？七彩宝特瓶蛋糕灯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所以你们看，一个宝特瓶啊不算什么，但是这么多的宝特瓶组合起来，就变成一个什么灯？蛋糕灯。而且小朋友，我们刚刚不是在里面倒出很多不同颜色的颜料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看这样子光从上面打出来之后，就变成好像会透出各种彩色的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很漂亮吧？对呀，而且有各种不同深浅的颜色耶，好漂亮哦。所以今天小蜜桃姐姐团结力量的有没有大成功？有！太好了，谢谢大家！一个宝特瓶没有什么，全部的宝特瓶集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团结力量的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那小朋友想不想要许愿望啊？想！啊，那现在我们一起到蛋糕灯前面许一个愿望。手的触觉能力啦，小朋友有没有很迫不及待想玩了吧？那我们现在起来看看游戏规则。两边队伍同时触摸箱子内的物品，知道答案按铃抢答后到水管区讲出答案，答对可得一分，积分多的队伍就获胜咯。 OK， 那现在谁想加入小蜜桃队？林怡，加油！
岁。九岁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耶、yeah! ！好，那现在换苹果队来选小朋友了。谁要参加苹果队的，请举手。好好好，那我选利恩。利恩，利恩，利恩。哇，利恩，我刚看你很激动，说选我，选我。你是不是很想要玩？对。那你待会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一起来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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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现在倒数计时开始。我觉得可惜，煮饭的。什么东西？你猜是什么东西？叫什么名字？盘子。啊？煮饭的，炒菜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你讲出来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哎。哇，可惜。啊！第一个抢到，但是呢，对方没有答对，所以你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好，加油！来来，交换哥哥这里哦。来，三句。我觉得。我想什么感觉？平平的。那你觉得弹是什么？锅子。弹对不对呢？耶、yeah, 耶、yeah.。期待里面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奖奖奖奖奖！哇，小朋友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锅子。李一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它是什么东西？煮饭的盘子。煮饭用的盘子、锅子，那所以这个就叫做锅子。你现在知道了没？你一摸就知道它是锅子呢，因为它这边圆圆的，很像盘子，然后盘后面又有把手。哇，好聪明哦！而且这种锅子呢，因为它平平的，所以叫做平底锅。没错，小朋友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。好，那这个阶段恭喜苹果队得到一分。我们赶快来进行第二回合。好，第二回合谁要参加苹果队，请举手。那我选可萱妹妹。可萱，可萱，可萱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可萱，刚刚你的好朋友答对了，你这一次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那待会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加油。好，那现在谁要参加小蜜桃队？你喜欢这个发型吗？喜欢啊。喜欢哦，若涵不要害羞，来，我们等一下很加油很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 OK。 好，那看来两队小朋友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把手伸放在洞口。好，放在这里。好，另外一只手准备抢铃呢。好，倒数计时开始。十九八七去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什么。来，赵亮德这里哦，把头伸进去。目前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它长长的，然后前面刺刺的。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叉子。好，答案对不对呢？你也答对了，婷姐。我觉得今天苹果队的小朋友好优秀哦。这个东西你平常会常常用到它吗？会。真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好，那若涵，我们没抢到没关系，那你心里面有没有答案呢？好，那你去告诉大家看有没有答对。啊，讲话大声一点哦，头伸进去，
觉得摸起来是什么感觉？下面尖尖的。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渣子。好，答案对不对呢？看前面，耶，这个耶。我们刚刚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数一二三，一起拿出来看看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小朋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可萱好聪明，两队的小朋友都很棒哦。真的。可萱，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叉子呢？吃面的时候。哦，吃面的时候。那你刚刚为什么马上就知道它是叉子？因为前面刺刺的，然后后面长长的。哦，哇，你好棒啊！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若涵，我们年纪比较小，比较没有抢答成功，没有关系哦。那这里哦，要恭喜苹果队又得到了一分。耶！不过没关系，小蜜桃队待会如果答对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两分哦。所以赶快来进行第三。信心哦，好，雨谦，你刚刚说你绝对不会手下怎么样？留情，没错。再说一次，你绝对不会手下怎么？留情。啊，真的，加油加油！那雨谦不要被吓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现在我们要先帮两队的小朋友戴上眼罩。对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小朋友都不可以偷看哦。好，眼罩戴起来。好，雨谦，你可以自己移动一下，看怎样比较舒服。主要是在洗澡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哦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摸出来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戴在头上的浴帽。好，那倒数计时的时候才可以开始摸，现在还不行哦。好，好，现在倒数计时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摸到了你呢。身手矫健，有没有很开心呀？ Yeah. 哇，我也很开心哦。所以今天苹果队一共得到几分？四分。哇，今天小蜜桃队是零分小鸭蛋，没关系，我下次会再加油的。对，那下一关小蜜桃姐姐就要加油喽，赶快来进行我们的想象力发动。阿达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牙刷，牙刷刷刷刷，小朋友记得，不管是起床睡前都要刷牙哦。好，那牙刷可以变成什么呢？有一点点难呢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猜拳决定先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太输了，怎么会？好，那我准备好了，苹果姐姐。好，想象力发功，倒数计时60秒，开始。哎，这个像那个不求人，不求人。这个也像是一种按摩器，这边会尖尖的，可以这样子按摩。不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的是抓痒的按摩，也是按摩的。好，那你看，导播你看哦，这尖尖像那个小草，小
吃西餐的时候会挖那个奶油的那个奶油。